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智慧家居技术普及，家电股看涨；二、自动化仓储技术进步，物流股新机遇；三、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兴起，保险股受益。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慧家居技术普及，家电股看涨。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智慧家居技术的普及以及它如何影响家电股的走势。这个话题不仅涉及科技的进步，还牵扯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改变你未来的投资策略。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的家电是什么样子？冰箱就是冰箱，洗衣机就是洗衣机，电视机就是电视机，它们各自为政，互不干涉。那时候的家电股 基本上就是看谁的产品更耐用，谁的品牌更响亮。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物联网 IoT 的发展，家电开始变得聪明起来。现在的冰箱不仅能保鲜，还能告诉你牛奶快喝完了；洗衣机不仅能洗衣，还能根据衣物的材质自动调整洗涤模式；电视机不仅能看电视，还能连接网络，成为家庭娱乐中心。这些智慧家居技术的普及，让家电不再是单纯的工具， 而是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像是家电们开了一个家庭联盟，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同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和舒适。那么，这对家电股有什么影响呢？简单来说，智慧家居技术的普及，让家电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和高端化。消费者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基本功能，而是更加注重产品的智能化和互联性。 这就给那些在智慧家居领域有技术优势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举个例子，某知名家电品牌推出了一款智能冰箱，这款冰箱不仅能自动调节温度，还能通过手机 APP 远程控制，甚至能根据你的购物习惯自动生成购物清单。这样的产品一经推出，立刻成为市场的热销品，该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上涨。当然，智慧家居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 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如何解决不同品牌之间的兼容性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智慧家居技术的发展无疑为家电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家电股的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最后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位老教授，他家里的所有家电都是智能的。有一天，他的智能冰箱提醒他牛奶快喝完了，于是他打开手机 APP 下单购买。 结果，当他回到家时，发现门口堆满了牛奶，原来是他家的智能音箱也接收到了冰箱的提醒，并自动下单购买了牛奶。这位老教授笑着说：“看来我的家电们比我还聪明。”所以，同学们，智慧家居技术的普及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也为家电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谁能在这个领域占据技术制高点，谁就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希望大家在关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能抓住这些投资机会，让自己的资产增值。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动化仓储技术进步、物流股新机遇。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现代又充满未来感的话题——自动化仓储技术的进步。 以及它如何为物流股带来新机遇，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但我保证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的仓库是什么样子呢？大概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堆满了各种货物，工人们忙碌的搬运、整理、记录。这种场景在电影《印第安纳琼斯：法贵骑兵》的结尾中有一个经典的画面。 无数的木箱堆积如山，让人不禁感叹这得花多少人力啊！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动化仓储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的仓库变得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一样。自动化仓储系统 （Automated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简称 SRS） 利用机器人、传感器和人工智慧，实现了货物的自动存取和管理。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还减少了人力成本和错误率。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亚马逊公司在2012年收购了一家名为 Kiva Systems 的公司。这家公司专门研发仓库机器人。这些小机器人看起来像是大号的扫地机器人，它们在仓库里穿梭自如，
搬运货架让人不禁想起《星际大战》中的 R2-D2。这一举动让亚马逊的仓储效率大幅提升，也让其他公司纷纷效仿。那么，这些技术进步对物流股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自动化仓储技术的应用让物流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利润空间增大。其次，这些技术提高了物流效率，缩短了交货时间，提升了客户满意度，进而带动了业务增长。这些因素都使得物流股成为投资者眼中的新宠。举个例子，中国的京东物流在自动化仓储方面投入巨大，建立了多个无人仓库。这些仓库不仅提高了运营效率，还成为了京东物流的一大卖点。这也使得京东物流的股票在市场上表现不俗。当然，自动化仓储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对一些中小型物流公司来说可能是个不小的压力。此外，技术的应用也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这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说，自动化仓储技术的进步为物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机遇。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当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大家在投资前还是要做好功课，多了解市场动态。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对自动化仓储技术和物流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提问，我们下次课再见。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兴起，保险股受益。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现代又充满未来感的话题，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的兴起以及它如何让保险股受益。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发生了。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的医疗保险是怎么样的呢？你得填一大堆纸质表格，然后等上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知道你的保险申请是否被批准。这个过程就像是看一部长篇连续剧，剧情拖沓，让人抓狂。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应运而生。这些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让保险申请和理赔过程变得更加快捷和透明。你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能完成申请，甚至可以及时获得批准。这就像是从看长篇连续剧变成了看短视频，效率大大提高。那么，这对保险公司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数字化平台降低了运营成本。以前需要大量人力处理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智能系统自动完成。这就像是从手工制作变成了流水线生产，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其次，数字化平台还能提供更精准的风险评估。通过大数据分析，保险公司可以更准确地预测风险，从而制定更合理的保险费率。这就像是从瞎子摸象变成了透视眼，风险管理更加精准。最后，数字化平台还能提升客户体验。快速的申请和理赔过程让客户感到更加满意，从而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这就像是从排长队买票变成了在线购票，方便快捷，谁不喜欢呢？这些好处最终都会反映在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从而推动保险股的上涨。投资者看到保险公司运营效率提高，风险管理更精准，客户满意度提升，自然会对这些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从而愿意投资。总结来说，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的兴起就像是一场科技革命，让保险行业焕然一新。保险公司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风险管理能力和客户体验，这些都为保险股的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同学们，下次看到保险股上涨，不要惊讶，这背后可是有着高科技的知识呢。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一些有趣的知识，也能对未来充满期待。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探讨了智慧家居技术普及对家电股的影响，自动化仓储技术进步带来的物流股新机遇，以及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的兴起如何让保险股受益。在这个充满科技创新的时代，智慧家居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家电股因此看涨。自动化仓储技术则让物流行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物流股迎来了新机遇。
而数字化医疗保险平台的兴起，不仅提升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还让保险股在市场上愈加受欢迎。这些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未来，谁能在这些领域占据技术制高点，谁就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希望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这些科技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你们能在这些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投资机会。记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抓住科技的脉搏，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投资大师。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欢迎随时提问讨论。我们下次再见。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Waking up to wonders, checking nature blunders. Got a rocket's flying while the oceans are silent.